为了鼓励青年能够奋发向上，在102年青年节前，救国团将遴选出台东在地青年楷模。只要年龄在18岁以上、40岁以下的青年，有具体优良事迹，符合职业代表性以及品德才能，都足为楷模，都可受理申请。我们在这一次的过程中，青筹会公推我们救国团，为我们承办这一次青年节优秀青年的表扬活动。所以，我们有这个使命哦，来办好这个活动。那么，希望各个社团哈及机关团体能够遴选优秀的人才哦，来报名推荐。那我们也借此能鼓励哈，我们这些优秀青年在整个社会的贡献以及努力。若获选为102年度优秀青年，也会在102年3月29号青年节的庆祝仪式上公开表扬，并且颁证当选证书。如果您自己或者是身边就有人选，救国团也请大家相互推荐，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带动优良的社会风气，让世界更光明。东台新闻翁格台东市报道。